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一、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二。 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三、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不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四、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物，不合作也不配合，全体请坐下。这堂课由温承智讲师讲课，请大家鼓掌欢迎。各位同心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哦，外面刚刚下了场大雨哦，这、哎、这个就是什么自然法则。 老天爷决定的事情，谁也没办法改变。哦，现在台湾的天气比较像什么？热带雨林的气候。哦，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说，跟我们小时候成长过程所感受到的天气形态不太一样。为什么？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道理，就是随时都在改变。 哦，改变英文怎么讲？Change，哎、欸，变革、改变、革新，换一个新的局面。哦，因为可能老天也知道人类啊，喜新厌旧，所以偶尔换换口味，天气形态换一下，让生活才会比较多彩多姿。当然这、就是呃题外话了，这顺便也让大家,大家了解到其实自然法则、自然法。 造物主，哦，甚至那整个天地之间这样的一个生天气形态也好，哦，生物形态也好，那其实都是冥冥中的一个安排，哦，所以我们啊，既然没办法去改变，那我们就什么顺着改变而走，哦。因为天气现在这样子，那大家就什么注意补充水分，不要中暑哦。我大概呃来到这里一个。 沿路途中听到，还不少人在讲到什么刮痧，哦，刮痧为什么刮痧中暑，哦？所以身体很重要，健康要保持好才能什么走长远的路。哦，台湾的路在哪里？台湾的路在哪边？台湾唯一的路就是按照国际的法理来走下去。现在。 我们台面上看的这些所谓政治的台湾，它是在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之下，由美国的国内法《台湾关系法》所制约产生的一个政治台湾。那目前上这个台湾所谓的 ROC 这个政府，是不是真正的台湾政府？不是，哦，它只是一个治理的一个单位，哦，它的。 它是在谁的制约之下？美国的国会、美国国务院所单独通过的《台湾关系法》哦，因为美国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开始，已经对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体制已经不再承认，它叫做中华民国的，而是什么？普遍在国际法，它的地位就是。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一个首府在哪里？台北市。好，所以 Chinese Taipei，我相信各位在两位都有上过高级班嘛？对，上礼拜我记得有一个讲师，吴讲师有讲到有关于 ROC 的部分，他讲的蛮详细的，不妨大家去回忆一下。哦，吴讲师他讲到 Chinese Taipei 很长，哦，肉肉等。 那你就觉得说，哎、欸，好长哦。但是重点在哪里？《change Taipei》就是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它原来在哪里？在现在中国的那片土地，有一个城市叫什么？南京。所以，《change Taipei》它要国际地位的正常化，并不是在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的这片土地上来正常化，而是什么？ 要回到他的国家去，哦，他才能够什么正常化？跟西藏流亡政府一样，他在现在在印度，可不可以？在印度那个地方建立自己的国家叫土博，不行，别人的房子、别人的土地，那不行啊！哦，等现在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要不要缴租金？要哎、欸，那升起什么升？ 先升美国国旗，再升什么？图博的国旗。同一根旗杆上有两面国旗：美国国旗，在什么？图博的国旗。哦，他自己的流亡政府的旗帜。但是什么？是不是国家？不是，流亡的集团。他名字叫图博，他他要成立自己的国家，必须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才可以。这个就是什么？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那军事政府的占领可不可以移转主权？占领可不可以移转主权？不可以哦，复习哦，哦，这个在拿破仑在十九世纪，就是一八三零年的时候，那种占地为王，军事攻势的控制整个场面，战胜了，当然是什么军事的占领开始。 军事占领开始，可不可以把当地领土的主权占为己有？不可以，这个就占领，不得一占主权。就像台湾这片土地，有没有主人啊？主人是谁？台湾人是台湾的台湾，台湾是台湾的人台湾，是吗？不是诶，大家想想看啊，我们去住饭店、住农庄，像各位您来到这边三天两夜。 上个课，要不要交钱？要不要？农庄哎，水月园花园农场，农庄哎，这个是游先生让各位有这地方有上课的地方哎、欸，要不要交钱？买菜要不要钱？电灯这些吹冷气要不要钱？要剪报这些器具要不要钱？要游先生提供了。 嗯，要不要钱？要，当然要啊。哦，是交给台湾民政府吗？No，是给什么农庄的主人。很重要的一点哦，不是交，然、哦、后我,我来，我来，我来上台湾民政府课程，我钱就是交给台湾民政府，不是。哦，那两次的官司当然是什么？大家已经成为台湾民政府的同心，大家什么自由的赞助。 哦，让我们这个官司只有成为同心才可以。学员包括外面民众，我们跟他募款没有哎、欸，我没有跟他募款哦。哦，所以这观念一定要很清楚了解哈。OK，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第一点，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开宗明义已经到告诉大家了。 我们是依据什么国际法理？是不是依据历史文化？是不是不是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是什么？台湾民政府向所有在军事占领区的台湾居住的人做的什么宣告、哦？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而不是台湾独立。 好，请坐。那教室里面不用，可以脱帽哦。OK，好，谢谢。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已经告诉大家了。所有权在谁的手上？日本天皇。哦。军事占领是谁握有？军事占领权，美国总统。哦。谁有责任？主要占领权。 是哪一个国家？日本还是美国？美国根据什么？凭什么它有主要战意权？根据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国际条约，它是遵守自然法跟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所签订的，为了终止战争，必须要签什么？和平条约哦，所以签和平条约。 有个名字吧，叫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那我们回到前面，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根据什么？嘴巴讲讲，我打胜了，拳头比较大，所以台湾澎湖是我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哎，根据什么？中国殖民教材叫《马关条约》，国际性的名称叫什么？《s i m o j a p n e s e Treaty》。s i m o j a p n e s e 在哪里？ 现在日本的一个地方叫什么？下关。哦，各位，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看一下日本的旅游地图，有个地方叫什么？下关。哦，下关那个地方有当时签《下关条约》，日清战争之后，日本帝国跟清帝国打的一场仗，谁打败？谁投降？清帝国投降。他不是有北洋军队吗？袁世凯在里面啊。 有没有打赢？没有打赢呢、啊。他很多的军备维护的钱，全部用来什么？为慈禧太后的生日在准备。所以呢，他的大炮、船舰，通通都生锈了。哦，哎、欸，那边请坐哈、哦。OK，这边也可以，这边也可以哈、哦。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可以啊、哦。好，那那个讲义就摆着哈，谢谢。 好，请坐下。美国总统有责任寻什么？万国公法。哦，美国的宪法跟日本帝国的宪法，包括现在和平宪法，都要遵守什么？万国公法。自然法则是最高。再来呢？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根据这三个法则。 法律位接，签订国际条约，这个国际条约跟上面的位接三个部分，是世界各国的宪法要共同来遵守。我不管是美国宪法、日本国的宪法、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包括什么，连中国也是一样，都要遵守什么万国公法。哦、oh,，OK，好，这是我们的 PowerPoint 哦。 刚刚讲到天气的部分，明明早上天气很好，中午很热，刚刚要来下了一场大雨，而且什么没有办法预期，谁安排？上帝的安排。你没办法去改变啊，他就是要下雷雨包，给你热带雨林的气候，你有没有办法抵抗？说，我我不要，我要抵抗，不行啊，它是一个变革啊，变革是一个潮流啊。 好，来我们看到这里哈，各位，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你手上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证件。来，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电视新闻、媒体，包括公开的讯息，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叫做什么？看到这一个证件叫什么？台湾身份证。 看到这是叫什么？台湾护照，各位，请问一下，上面写什么东西？台湾国民身份证吗？来看清楚哦，中华民国什么国民身份证？他没有写中华民国政府身份证，有没有？有没有？他写什么？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我们会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的身份证，他们上面跟这里就有很大的不同。你可以大家去找资料。当然那是他国内政，我们就就现在来讲，这个不正常的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毛病出现在哪里？各位，你在上过初级班、高级班之后，你要如何来学习？怎么样看新闻？ 新闻里面是不是要告诉我们的讯息？表面上给我们的陷阱，我们要如何去看清楚？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像今天，我请问各位，今天是几月几号？七月七号，情人节吗？No 記。记记得啊、哦，初级班一开头哦，这是七哦，二零一一年七月七日，什么？各位，你如果读中国的历史。 一定知道有一件事情叫什么？卢沟桥事变。相信各位印象很深刻哦。日本侵华，在卢沟桥挑起了战争，打了几个阿兵哥，然后就开始了八年抗战的开始。好好笑、哦。我问各位哈、哦，八年抗战真的有八年吗？你认为有八年的，请举手。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 不要看别人。我问各位，你认为有八年抗战时间真的是八年？的请举手。没有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好，OK。我问各位哦，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号到一九四五年的八月。 九号，甚至八月十五号，一共几年？几年？四年啊？为什么讲八年？好，OK，这是第一个问题。好，然后再问各位，刚刚有进来的同音学，我问你哈，你的观念里面，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我再讲一遍，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请举手。 好，请放下。不对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好，好，眼睛睁开，看到这里。我现在去到你、你的各位的家里，跟你借住，跟你租一间房间住个五年。我可不可以对外面讲说，某某人的房子就是我的房子？ 可不可以？可以的，请举手；不可以的，请举手，请放下。好，那刚刚我们看到学员们有举手，认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好，请问你有没有整个台湾土地的所有权状？有的请举手，没有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既然各位。 包括我没有台湾的所有权状，凭什么民愤表达自己的主张及证据来证明你拥有台湾的主权？问题在哪里？你没有所有权，所有权状是在哪里呢？台湾的所有权状在哪里？各位有没有读过？ 国际条约叫什么名字？马关条约有没有？那现在是想想看，教科书上面写的，我读到的哦。清朝跟日本打了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清朝将日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读这样子的，请举手。好，请放下。问题在哪里？ 问题很大哦，来，我们看有没有《马关条约》的原文？有没有？找一下哦，陈志找一下。哦，没有的话，等一下我找 p o i p o i n t 哦。来，这个问题先各位先摆着哦，你去思考一下所有权的问题。既然各位你房子租给房客，房客住久了，在外面跟大家、人家亲朋好友、邻居左、左邻右舍跟他讲说。 你租给他的房子是他的，可以卖。为什么？所有权是他的，那你是房东，房子会不会给他卖掉？会不会？为什么？你是不是有所有权状？房东有没有所有权状？有，有什么？土地所有权状？在呢。 建物所有权状，对不对？至少有这两个。好，那房客可不可不可以把你的房子卖掉？卖不掉啊！其实那个所有权状是什么意思？你拥有使用管理的权利。真正的所有权在哪里？来看我们右手边，看右手边有两幅图。那两幅图不是美术照哦，那是要帮助各位了解台湾的国际法理的地位。 这两幅图是二零一零年九月八日，台民政府在美国华盛顿 D.C. 举办了庆祝酒会。那七月四号是成立嘛，哈，然后九月八号，就美国政府的代表就将这两幅图托当时参加的台民政府的童心，从美国华盛顿 D.C. 那个一千两百五十号那个地点哦，那附近。 把这那个庆祝酒会，把这两幅图带回来台湾。那美国代表他是有交代，就是这两幅图你带回去，给什么？给你们秘书长。哦，就懂了。那秘书长看到之后，哎、欸，跟他在二零一四年持续研究到二零零六年的十二日控美，哦控告美国，哦，那原来哎、欸、有有呼应，呼应什么？ 原来台湾这片土地的所有权状是谁？日本天皇哦，来我们看到红点的部分哦。这一座桥是叫什么名字？位置在哪里？在日本的东京 Tokyo，哦，二重桥。我们看到远方是不是有个宫殿？这是日本天皇所居住的地方。这是什么？两只鹅。 哦，台湾是不是两只鹅的？不是，是在远方的宫殿住在里面的人，什么人？国家法人是谁？日本天皇。哦，所以所有权的代表就是日本天皇。有没有丢掉？没有。从一八九五年的四月十七号签订的《马关条约》哦，国际条约的名称叫。 下关条约哦，因为在日本，我相信各位你如果去旅游的话，你在地图上你可以找到 s i m o n a Seki 在哪里？日本下关哦，他有签订条约的地方。当时是由清帝国受全权大臣有两位，李鸿章跟谁？他的第二个儿子叫什么？李金芳。那日日本帝国天皇。 哦，日本帝国的大皇帝，他派谁？他的总理大臣，哦，跟陆奥中光，哈，这两位做代表，在哪里？在下关签订。那五月八号生效，六月二号开始做交割。那六月十七号就是台湾的史政日。所以各位，你如果有注意到的话，记得。 六月十七号是台湾总督府的时政日，那是第一任总督是谁？华山之际哦，也就是台湾总督府第一任的总督。他在一八九五年的六月二号，搭乘着横滨丸这一艘船，跟李金芳做台湾附近有三十个、三十多个岛屿哦，做交割的动作。 那六月十七号就开始什么时实政日哦，那就是日本天皇已经取得台湾的所有权哦，就等于是日本天皇领有台湾的领土主权哦。那根据万国公法，他要比照什么北海道爱奴族，因为爱奴族当时也是一个部落形态的一个岛屿哦。那日本天皇一样比照。 战争法的方式就是把把它征服，然后纳入管辖。因为爱奴族他使用的语言，跟日本这边的生活习惯语言也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怎么办？要教育，对不对？教育叫什么名字？有个专有名称，相信各位有听过，黄明化。有没有听过？听过请举手。好，请放下。黄明化就是教育，像。 各位，我们从小到大叫什么九年国教，后来改什么十二年国教？哦，这是谁的国教？中国殖民政权的教育，要把占领地所有的台湾的住民洗脑变成中国人，身体是什么？台湾人？什么台湾人？日本台湾人？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这上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 所以是啊，日本台湾人。各位，你还认为当日本人很丢脸的，请举手；很骄傲的请举手。我很光荣，我可以当日本人，请举手。OK，好，请放下。还在犹豫当中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OK，好，好，谢谢。日本天皇。 他所根据的《万国公法》，它其实是什么？把日本从农业时代带进入什么近代化欧化的一个世界？因为原来是农业社会嘛，哦，所以明治维新，我相信各位你都知道嘛。明治维新，哦，明治维新，你看把一个普通的农业社会带进变成船坚炮利，包括它的经济实力也很亮丽。 就是变成说，他在第一次次的世界大战战后成为世界军事武力第一强的国家。基于这个条件，当时世界的一个类似像今天联合国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就是像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一样的组织。那国际联盟成立在哪里？ 各位有没有听过巴黎合约？有没有？巴黎合约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签订了巴黎合约。哦，所以这国际联盟当时就是，当然是军事武力第一强大的担任什么维和部队。那日本帝国是排第一名，美国排第几名？第三名。各位有没有体认到？日本帝国。 军事武力很强，当然是什么？他来担任维和部队。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武力最强是谁？不用怀疑，是谁？美国。当然是美国是担任什么？当今世界联合国要授权他要去做维持和平，比如伊拉克、阿富汗发生战乱、内部的动乱，包括叙利亚。 世界哪个地方发生国家动乱的时候，谁要去维和？包括朝鲜半岛、美国啊，对不对？好，那各位你听听看，有没有听过美国侵略阿富汗？美国侵略伊拉克？美国侵略朝鲜半岛？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新闻？有没有？没有啊。那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日本帝国的军队到中国执行维和部部队的任务，叫做日本侵华。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战败，当然是什么打落水狗。原来做对的也错的，关键点在哪里？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 各位，你可以写下来叫什么《南京事件调查报告》哦。写了吗？《南京事件调查报告》，你到网络上去找哦，让这些图文包括里面分析告诉你，南京大屠杀是假的，包括什么太原五百万人也是假的。吴凤穿红衣服骑白马，然后被当时教材怎么写？被三地同胞用乱箭把他射死，所以以后。 就建一个无缝的庙纪念他，无缝也是假的，知道吗？哦，很多了，骗骗骗！R O C 的教育就是骗，为什么？为了殖民，把你的脑袋植入他的晶片，听取听什么？他的指挥，为他在这片土地上的政治利益大饼在运作循环，这个是什么？政治炼狱。 它让这个殖民体制底下产生了很多政党。我们知道中国国民党是什么外来政权嘛的党派，对不对？民进党是不是台湾政党？是不是？No，它的全名叫什么？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什么时候成立的？一九八六年的九月二十八号，在哪里成立？ 台北市的圆山大饭店成立的，谁一手主导？蒋经国先生一手主导。圆山大饭店是谁的地盘啊？蒋宋美龄。为什么我这样讲、呃？那些中国人都是这样讲啊，这是咱们的地盘啊，都、就是这样讲啊。谁的？蒋夫人的。我、哦、在台北市有时候一些那些杯杯。 在公园那边聊天，牵着狗在那边，有时候很自豪在那边讲，他认为说我们就是已经控制啊，我们有效的管理台湾，所以台湾是我们的。任何他人只要取得的，比如李登辉先生担任流亡中华民国的领导人，叫窃国。陈水扁先生担任流亡中华民国的领领导人，窃国。 谁讲的？有没有听过？连战有没有？带了一群人跟宋楚瑜不是在凯道上面喊有没有？现在又准备开始谁？蔡英文有没有？对呀、啊。所以大家要体认到，其实现在的政治台湾，它在哪一个哪一方？这片土地上，种人，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征服者跟被征服者，占领方被占领方，征服者跟被征服者，来问各位，现在的当局，你认为他是征服者的，请举手；被征服者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啊，没举手是怎么样？ 来问一下，眼睛闭起来，让拍谁？给他给拍谁？我、哦、举手，等一下被旁边的童心笑。来，眼睛闭起来，不要打开哦。眼睛打开，肚子痛，等于你欺骗我。来，眼睛闭起来，啊、我问各位，现在当局的蔡英文这个当自己单位，你认为他是征服者的，请举手，请放下；被征服者的，请举手。 眼睛不要打开，好，请放下。好，不知道的请举手。好，谢谢。好，眼睛打开，看到这里。我分析一下，banner 这上面代表美国总统的美国国旗，在战争法上征服者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代表旗，在什么？代表被征服者日本天皇的日本国旗。 在战争法上，由占领地的居住的人民所组成的政府叫什么？台湾民政府代表旗，在台湾这边土地上，台湾民政府怎么来的？依据什么？刚刚有主张跟立场，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要对照这里，讲了你懂了，听懂了，你来看这里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了。 当时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的同盟国是谁？英国、美国、法国，还有谁？Soviet 是哪里？苏联。再来是谁？打输跑赢，躲在重庆的那个政府叫什么名字？中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 代表人物是谁？你看，你都只知道蒋中正。国民政府的主席是谁？蒋中正。No。打输跑赢，躲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的主席叫林森。台北市有没有一条路叫林森北路？有没有？他是国民政府的主席。 蒋中正、蒋介石这一号人物，他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担任什么职务？他只是所谓的行政院长。各位，你观念想一下，行政院长可不可以宣战？可不可以？一个一个团，一一家公司里面，有董事长、总经理、总裁。 这都是公司的领导者，好，他只是担任主任，他不会跟高跟另外一个集团说，我要跟你签约，把公司转让给你，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只是当个主任，他不是总裁，可不可以？不行啊！行政院长可不可以宣战？那个叫越权。 哦，所以他骑着白马，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哦，在一九四五年的，哎，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九号，对日宣战，同时什么，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不是一个狂语？不平等条约可不可以废除啊？各位，国际条约打战之后所签订的和平条约。 通通都是不平等条约，可不可以废除？当然不行了。马关条约可不可以废除？下关条约可不可以废除？刚刚就讲了，为什么有和平条约？国际条约就是和平条约，就是、打战之后，哦，像西班牙跟美国打了美西战争，一八九九年签订的。 美西巴黎合约可不可以废除？不行啊！哦，那下关条约可不可以废？当然不能废啊！日清战争已经打了，合约也签了，财产的所有权，也就是台湾澎湖的管理权也好，所有权也好，已经永远的让出去了。 从清帝国的皇帝手上让给谁？日本天皇可不可以拿回来？他的子孙，光绪皇帝把台湾澎湖割出去了，所以溥仪可以把台湾澎湖拿回来，可不可以？不行啊！像各位，如果我们自己有车辆、房屋，因为经济的因素或者是要换。 转换成新的东，我、哦、我可能要买一台新的车，买一栋新的房子，然后旧房子我想卖掉，卖掉的房子可不可以在小孩子可不可以跑去人家家里，跟买方把房子说，那那是我家，你要还给我，可不可以？不行啊，所有权都已经交出去了，永久割让，那是强调给大家听，永久割让，割让就割让了，怎么拿回来？而且呢？ 当时清帝国割让出去，在万国公法所定义的叫什么？殖民地、拓殖地，是在台湾佛摩沙这一片土地上，中央山脉以西六个屯垦区，它是殖民地，不是国土。那是后来在一八九五年的四月十七号，下关条约，哦，把谭鹏武。 取得之后，然后日本天皇根据万国公法的 SOP，开始什么？先把台湾的完整主权建立了，把中央山脉以西，哦，以东啦，以东的部分，以西已经取得，那是清帝国留下来的拓殖地、殖民地。以东是谁的土地呀、啊？高沙，也就是各位知道住在山上的居民。 他们只是穿着部落的衣服，很纳闷，觉得很奇怪。我的祖先从有祖林以来，从来没有人进来过，怎么突然有一群军队跑进来，说我要接受他的管管辖？你会不会抵抗？莫名其妙的人跑到你家，拿着枪举着，对着你说。 今天你要听他的话，把钱财全部交出来，你愿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会怎么样？打仗啊！哦，所以在一九零五年的时候发生这个情况，所以那时候就因为在《下关条约》里面有发生一个状况，就是在辽东半岛的部分，因为辽东半岛我们知道那是什么？清帝国的起源地。 全帝可不可以割让？不行。哦，就是隆起地，它本身清帝国，它以前就在那边发起起来的崛起的地方，当然不能割让啊，不能割让怎么办？明治天皇就遵守万国公法，把辽东半岛根据辽南返还的条约割还给谁？清帝国的皇帝。哦，这就是辽南返还的条约里面。 哦，这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在，因为明治天皇也就是日本天皇遵守万国公法，哦，所以把什么拿到手的聊到半岛还给清帝国的皇帝，所以各位这样懂了吗？哦，法理至上，全世界都一样。哦，G7 有七大工业国，这会议在什么时候举办呢？五月二十六号，今年已经举办过了。 我相信各位同学，你如果的各州办公室参会的时候，相信各位你有听到 G7 相关的讯息。那 G20 呢，刚好就在今天会议的开始。哦，那我们看一下那个 G7、G20 的那个新闻。哦，这个等一下泡泡 w 再看。哦，那我们看一下那个网页。G20 在哪里举办？来，我们看一下在哪里。 德国的哪一个城市？看到这边，汉堡、卡拉基推堡，还是那个麦香堡？不是哦，这个是地名哦。不要看到哎，G Twenty 红面汉堡，好好吃哦。原来世界各国二十个国家去德国吃汉堡，所以叫汉堡高峰会。No，是个地点哦。德国的汉堡，欢迎来到地狱。为什么？来，我们看到底下，这是谁？ 介绍一下，谁？Mr. President Donald Trump，所以他跟汉堡没有关系，讲笑话。然后汉堡麦当劳的汉堡，Donald Trump 哦，来这是谁？战斗民族的代表人物叫什么名字？普丁，哦，普丁总统。OK，来我们看底下。 这里，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天七月七号在德国的汉汉堡 G20 峰高峰会将会进行首次的会面，引起外界高度的关注。为什么？因为 CNN 之前有报道一个重要的一个讯息，说川普。 有一条线通到俄罗斯去，通俄的一个事情引起 FBI 调查、CIA 的调查。后来是不是真的？证实 CNN 讲的，CNN 自己讲的，他是为了收视率去弄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电视媒体要不要负责任？你在播报新闻？ 你所负的社会责任，要不要负啊？无缘无故弄一顶帽子，而且这一顶帽子还黑麻麻的，还臭气冲天，给川普总统戴，说他私通俄罗斯。各位知道美国的国家政策是什么？反共。资本主义的一个社会，最担心也最厌恶的事情就是反转、逆转。资本主义就是说你在经济发展。 你可以蓬勃发展，但是共产主义刚好适得其反，所以各位大家知道，其实美国重要的经济货币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上？犹太人的手上。所以有一本书叫《货币战争》，如果各位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来看，有讲到很多世界金融，它后面有很多金融的权力在掌控、在流动的。 哦，美国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索罗斯。哦，在川普总统当当选之后，这个调查我相信也慢慢有在去做处理。也就是说，像那个就是没有当选那个总统候选人嘛，叫什么名字？希拉瑞哦，还有谁？奥巴马。多多少少都是什么？跟索罗斯有来往。 当然是这要美国他自己去调查，我们当然有了解到这一部分，这是美国的内政。那我们最重要，各位，你在看,看新闻要一个观念，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自己当下的问题。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是谁？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我们什么人？不是 nobody。 Japanese，咱是日本人，日本台湾人。我们的国籍是什么？这个问题又来了。来，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来，眼睛闭起来。我将要来问问题，请你保守保守，请你保守。在问问题的时候，举手表达就好，不要讲哦。好、哦，来。 我们的国籍是中华民国的，请举手；是台湾的，请举手；是日本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是日本帝国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手机记得关哦。哎，您的音乐还会经过蓝牙传播到喇叭这里来，就麻烦喽。哦，OK。好，我们的国籍是 Empire of Japan。 日本帝国，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日本帝国没有灭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然后一九四五年八月六号、八月九号连续在广岛、长崎丢了原子弹，所以日本天皇投降了，所以日本帝国就灭亡了。对的，请举手。眼睛闭起来。对的，请举手。 不对的，请举手，请放下。各位眼睛打开，看到右手边，看到右手边那一幅蓝色的图，我现在 PowerPoint 这个简报笔红点所点的这个地方，里面有没有住人？是谁？日本天皇。那我们怎么称呼？今上天皇陛下。今天我们头顶上的。 所有权人，国家的所有所有权的保有者，日本天皇，我们怎么样称呼？“金上天皇陛下”，要不要效忠？当然效忠啊！你是他的，土地也是他的，要不要效忠？天经地义，我们本来就是要效忠日本天皇。但是美国总统军事占领，要不要听占领者的话？ 要不要？要，因为什么？占领者的意志代表法律，代表命令，请你写下来。哦，我相信各位，你今天来上课，无非是要听到什么？学校没有教的，流亡政府 （ROC） 治理当局不没不愿意告诉你，甚至是逃避，不想告诉你，因为告让你知道太多，他不好管。 不好聊，不好让你听话，所以这些事情当然由台湾民政府这些法律课程让各位去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份名分是什么？我们是战败者，在右手边，我们不是征服者，我们也不是占领方，我们是谁？被征服者、被占领方，我们是日本天皇。 代表战败国的战败人民，因为我们投降了，我们的天皇已经投降了。同盟国刚刚有提到，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等，全全世界将近有五十一个国家，这这样和平的条约的签订。 由当时五十一个国家里面有的四十八个国家的国会通过，见证还有什么背书，让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意义更加的显著。各位我相信，在电视媒体上、网络上都看到一个讯息，叫什么？台湾地位未定论。有一个节目叫什么？魔剑根呀，不正经是吗？ 我不想替他广告，为什么？他讲错了、啊。他说《旧金山和平条约》开启了台湾未定论。各位，《旧金山和平条约》就是当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最害怕的罩门。为什么？今年二零一七年六月四号，在凯道。 快乐法理变革大游行，我们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一个游行活动？因为我印象当中，一般的游行是 ROC 台湾政府体制下政治炼狱的台湾人对治理当局这个当局抗议不满，但是台湾民政府这一次。 六月四号的游行，跟二零一五年的十一月十五号的游行，是台湾民政府对军事占领区、美国军事占领区的台湾的著名发出了什么宣告我那告诉大家，这一个一个都是法理事实，你没办法去改变。第一个，美国高院。 已经告诉大家了，日本应恢复台湾人国籍。为什么要恢复台湾人国籍？这也就是两次官司的来源。二零零六年的十月二十四号，由台湾民政府，也就是现在的秘书长，他代表带着两百二十八名的占领区的台湾人民。 到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控告谁？美国政府。为什么当时没有在台湾高等法院案例升高？各位，你想想看，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用啊！各位还记得有一个中国国民党的一个代表人物，鳄鱼先生有没有听过？徐水德。 他很自豪、很骄傲的告诉大家，法院是国民党开的。各位想想看，如果当时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号在台湾按铃升高，有没有用？没有用。刚刚也讲了，这片土地上军事占领权所握有者是谁？ 美国总统主要占领全国是谁？美国？为什么是他？美国是唯一策动用武力征服台湾、征服日本天皇的国家，所以主要占领全国就是他。美国，不会是中华民国。怕输招牙，打输跑赢，躲在重庆，他会是战胜国？No。 我们台湾民政府之前以前有一个郭牧师，他是我们负责教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同行。他在前几年盟主重召去，他告诉大家很重要一点：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蒋介石，他这个人带领他的占领军帮美国做事，他所带来的所谓的中华民国，其实是什么战败的战胜国。 战胜国里面，他是属于战败的那一撮人，听懂吗？打输跑赢，穿的破破烂烂，穿草鞋，担着扁担，后面都是锅碗瓢,瓢盆，从桥上走下来。当时在日本台湾这片土地上的日本台湾人，看到给我什么？豆单。 两师的关东军，因为麦克阿瑟听从尼米兹将军的意见，实行什么跳岛战争？取得菲律宾之后，没有打台湾，直接什么打冲绳？也因为冲绳的牺牲，完成了万国公法重要的一个步骤。昭和天皇陛下将大日本帝国宪法施行在台湾。 他颁布了诏书，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一号，也就是昭和二十年的四月一号。很重要一点，他的所有权可不可以转让？不行，没得转让。成为什么？万国公法的一个性质的土地叫做什么？神圣不可分割的国土。任何人拿得走吗？我在战争时候开的会议，开罗会议开了。 我要把台湾澎湖还给中华民国。蒋介石你来了，宋美龄小姐呢嘛？我罗斯福跟丘吉尔就讲一讲啊，好，你如果来帮助我们打这一场仗，我把台湾澎湖还给你，可以吗？就像果树一样，种在那里长水，长苹果了，垂到外墙外面了。各位，你可不可以去把它摘下来呀、啊？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可以吗？不行啊！为什么？果树是谁的？苹果树是谁的？人家主人的、啊，可不可以去摘？摘那个叫什么？偷窃，偷贴啦！日本有没有窃据台湾？有还是没有？这牵扯到就是一九四六年的一月十二号，台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所发的一篇文。 日本窃据台湾，然后他现在是国土重光，所以所有的台湾人要集体规划成中华民国。内容就是在这里，有没有窃据？没有，刚刚开始讲师已经跟龟龟讲了《马关条约》。哦，大家刚刚也看了哈、哦，日本天皇已经保有所有权了，谁也拿不走，而且是清帝国的皇帝，皇帝够大了吧？有没有够大？ 国家的代表人物，清大清帝国的皇帝，一个人啊。日本帝国有没有皇帝，有啊，皇帝跟皇帝，国家代表人物，两边都打过仗了。清帝国把台湾朋友交给日本天皇，他后续接续，不管谁接他的政权管理，可不可以去要？包括习近平、胡锦涛、江泽民，可不可以来要啊？ 不行的，给人家的东西，你所有权益交出去就是交出去，不能拿回来。哦，即使你拿回来，全世界也会抵制你。你不遵守万国公法，那个是人家神圣不可分割的国土。就像太太啊，你跟太太结婚了，小王、老王三更半夜把你太太扛走了，他有没有违法？那个叫窃据。 小三把自己的老公偷走了，那是不是窃剧窃剧啊！台湾也是一样啊，可不可以被偷？不行啊！全世界眼睁睁都在看、啊、哦，G7 本来叫什么？G8，有八个国家。哦，有八个国家。那八个国家基本上来讲，因为俄罗斯去触碰到这个部分，就是他欺负一个。 国家，所以这七个国家 G7，这七个国家就抵制他哦，你不能进来了，因为你欺负一个国家哦，所以就 G7 本来 G8 都变成 G7，什么时候？二零一五年。那这 G20 呢，就是在今天哦，在德国汉堡哦举办高峰的会议。外界认为，跟普京哦，普丁的讨论。 会关注到什么问题？叙利亚跟乌克兰的问题，为什么造成不稳哦？看，呃，川普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跟其他地区的行为造成不稳。吼、哦，看到这里，与波兰的首都哪个地方？华沙。哦，川普讲什么？我们呼吁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跟其他地区进行哦很不稳定的行动。 以及其支持在叙利亚跟伊朗等地的敌对政权，俄罗斯应当加入负责任的国家群体，一起抵抗共同敌人，保卫文明。来往上移。但是呢，俄罗斯怎么样？它上面写什么？来，我我们讲，俄罗斯方面反对川普的言论。好，往上移。二零一四年，克里米亚巴拉克瓦拉瓦哈。 因为俄罗斯在二零一四年吞并哪个地方，并吞哪里？克里米亚。外界都指控俄罗斯派军队进入乌克兰东部，这个事件也就造成原来的 G8 八大工业国，八大工业国其实它在联合国会员国里面，它的 GDP 生产毛耳占了将近多少？百分之七十。 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造成俄罗斯从参加 G8 有八个国家变成什么 G7，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就是这个事件。哦、oh,，OK，俄罗斯是叙利亚总统巴萨尔阿萨德重要的盟友，而美国就是支持什么反对的一些武装人。哦、oh,，克里米强调。 美俄两国应该寻找合作空间。哦，OK，在底下这边看一下，往上移。哦，这这这是在汉堡今天举办的一个高峰会的一个新闻简报。哦 o k 那我们这看到这里就好。好，好，谢谢。这个 G20 什么时候开的？刚刚讲了。什么时候？今天。 各位，你今天来参加上课意义有没有很大？今天是 G 团体开会的日子啊，在哪里？德国的汉堡哦。你如果记不起来，你就刚刚讲师跟你讲，哎，今天吃汉堡哦，burger king 哦，还有什么麦香堡、卡拉鸡腿堡哦，汉堡，你就记起来啦、啊。你研读新唐论，你读法理，有些地方。 你会觉得很难记，没有关系，你可以用很趣味的方式把它记起来，懂意思吗？哦，那个技巧，我相信各位你一定拿得出来。哦，你可以跟某些实际上的东西去做连结，很自然的，你在演讲、在宣传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可以什么很流利、很顺口的讲出来。重要的一个前提，《新台湾论》。 你一定要带回去，好好的读一读。哦、oh,，OK。好，回到主题。我们知道这面旗帜，它是谁啊？念出来来。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哦，台湾国旗、台湾护照、台湾身份证？No。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中华民国护照。 讲到这，护照有趣咯。护照是什么样性质的国家才能有？享有主权的国家拿的旅行的证件，才能够叫做什么护照？Chinese Taipei，刚刚讲师一开始跟各位讲了，它是什么性质啊？为什么叫 Chinese Taipei？人家就叫 China。 也不会叫呃，英国伦敦有没有？英国去参加奥运会，他有没有叫英国伦敦？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韩国去参加奥运会，他名字是不是叫 Korea 首尔？韩国首尔有没有？没有啊，他就叫韩国啊。 英国就在英国啊，法国就在法国，德国他会叫德国汉堡，不会啊，德国就是德国、啊、，Germany，对不对？French，那为什么他就叫 Chinese Taipei？为什么？流亡政府，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流亡在哪里？台湾岛的首府在哪里？台北。 台湾总督府位置在哪里？台北啊，有没有在高雄？有人以前夸出豪语，我、哦、要把总督府改到哪里？高雄，你改啊！简单的例子来讲，五都的选举，各位想想看哦，高雄跟高雄县合并起来叫什么？ 大高雄市、台南县跟台南市合并起来叫什么？大台南市、台中县跟台中市合并叫什么？大台中市。请问台北县跟台北市有没有合并做大台北市？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没有。而且原来台北县变成什么？ 新北市，为什么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附带流亡政府的地方、流亡地、地区、范围不得变相扩大。台北市就在台北市的流亡的地点，你住不够人，你只能往上建，可不可以侵略到旁边去？ 跨过淡水河，跨过新电溪，把台北市范围延展到原来的台北县，也就是现在的新北市，可不可以？不行。这整片土地是谁的？日本天皇的。谁军事占领？美国。流亡的地方像西藏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他可不可以把自己流亡？ 暂居的地方延伸到德里、新德里，甚至到斯里兰卡去，可不可以？不行。国际战争法也好，万国公法也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看为什么台北县跟台北市就是没办法，就是没办法。为什么？今天你来上课，你不虚此行。师已经告诉你了，原因就在这里了。 哦、oh,，OK，它就叫什么？其实这叫流亡中华民国的旅行证件。这个晶片哪里来的？是新加坡在国际民航组织这个民航组织的代码借给流亡的中华民国，全意 p 配使用去制造这个晶片。大家还记得有个先生吧，陈唐山，他不是取笑新加坡叫什么？ 比死大的国家有没有？后来为什么 shut up 不能讲了？得罪了，你没你没有感谢新加坡不打紧，你还取笑他，小心这个晶片使用的代码不给你用，那怎么办？死给你看，这一本就不能用了。来，我们看一下那个联合国有位小姐。 哦，当然，进不去联合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在二零零九年四月七号，美国高等法院 Brown 的判决五项结论，已经清清楚楚告诉全世界，甚至是各位一个法理的结论：本土台人没有国籍。第一点，第二个，本土台人没有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第三。 本土台人至今仍生活在什么政治炼狱当中？第四，美国承认台湾现在仍在什么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当中？第五，美国司法部要求美国法院哦，要求美国各行政单位要主动的来协助谁？原告，原告是谁？台湾民政府。二零零九年四月七号这个五项结论根源在哪里？因为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号的控美案，它的标的两个，在《新台湾论》的上册，台湾民政府在华盛顿地区设立代表处的经过，第一行就有了，后面然后就有写了控告的标的是什么？控告美国政府啊！美国政府它可以讲什么？政府免啊，国家免诉，你告我国家，我可以不要理你。 当然有啊，美国国会有这样、这样的一个回应，但是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我们告的是什么？台湾的国际地位跟什么？台湾的人权保护为诉求。美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注重的是什么？人权，尤其是什么？天赋人权。军事占领区、占领地的人民，享不享有人权？享有啊！而且我们是美国。 主要占领全国的军事占领地的人民，当然也受到美国宪法的保障，所以这场官司当然成立。占领地的人民因为在人权方面受到损害，而且是非常大的损害、严重的损害，这个时候去美国联邦法院控告当然是成立啊。美国这个国家它的。 法院的机制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联邦法院拥有国际条约的解释权。有听到吗？有听到哈？OK，可以解释、解说《旧金山和平条约》、国际条约。联邦法院哦，所以有很多关于国际战争法的判例，联邦法院都有很多的一个判例，它提供后来要判决。 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哦，这《新堂论里面都有。我相信各位，你如果带回去好好读的话，讲师现在讲的，你都在上面都看得到哦。OK，好，那么们看，这个是最近的哈、哦，来往上移，我们看什么时候的，我们看往上往上移，它底下有那个影片，来看一下，这里有写说明，稍微移一下，发布日期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号，底下有写哦。 联合国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最东边，因为是国际领土，所以进出时需要出示护照或有效证件。那用中华民国护照能不能进入联合国呢？能不能进入？来看一下。好、哦，来看一下它的标题。等一下，稍微缩小一下，它的标题就有问题了。来。 念出来，他写什么？用什么？台湾护照能不能进入联合国？这个就是证据啊！来往上移，稍微移一下，跟刚刚那个说明两串。好，来看一下，这个写说明的人还很清楚哦。那用中华民国护照能不能进入联合国？结果要写影片标题的时候，自动改为台湾护照。 好厉害哦！自动翻译机看到中华民国护照，自动翻译成台湾护照。那不就等于在路上看到，比如男生看到很漂亮的女女孩子，还喜欢不？而且还灌夫姓，可不可以啊？不行啊！台湾护照是谁才能使用啊？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时候。 所使用的旅行证件，就是台湾的证件，才能够使用台湾。R.O.C. 流亡政府，它可不可以使用台湾的？那个叫什么？冒名顶替。各位，你的银行账户有人假冒你的身份去领你的钱，你会把不会把他告法院告到死？会不会？能不能告他？他冒用你的名字啊。那、哦、我，我，我我是林志生。 所以，银行我来，我我要领林先生的钱，可以吗？马上完蛋，不能这样子的，懂意思吗？哦，中华民国你就讲中华民国，为什么讲台湾护照？问题在这里啊、哦，毒啊！哦，来，我们看影片。它前面有一个很简单的简介、哦，吼，来，我们看到这里，来点，点一下、哦，吼，这边。 啊，声音开一下。头要携带护照或是会员国政府核发的附有照片的有效证件。我已经先上网买票，还有预约了导览行程。现在要带着证件去联合国对面的办公室换门票。办公室里头不能拍照，没办法拍给大家看。但我遇到了另一个更大的难题。停。好，就是的我们稍微往前一下，哦、稍微往前一下。 请记得这个镜头。这个镜头在今年的五月三号，台湾民政府在华盛顿举办国际盛会的时候，我们将近有一百多个童星持着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这个晶片身份证是由美国的国防部 USMG 授权，由他底下的公司制造。那这个机器很贵哦，好几亿哦。 很大台哦，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没办法做的。那这家公司曾经还帮谁做身份证？晶片的身份证哦，科威特。当时科威特他要做身份证的时候很快哦，伊拉克的民政府的他回伊拉克之后说做身份证也是很快，一下子就好解。可是台湾民政府第一批的身份证什么时候发？有没有人知道？ 二零一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号忘年会发的，当时有几份？一千份。美国当时授权可以发行的日期是什么时候？二零一一年的八月份通知台湾民政府可以开始发行台湾公民身份证，到二零一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号才一千份。这家公司，你想想看哦，做做一千份。 那么多个月去了，里面做身份证的员工要不要身份？要不要薪水？要不要薪水？要啊，啊一份才多少钱？制造费一千块，哎，还亏本呢。美国那边通知啊，就打电话告诉秘书长说，这家工厂公司要下档了，可不可以下档？ 当然不能下当啊！下当，各位，你今天还有身份证吗？没有啊。哦，所以大家记得，你拿到台民政府见面身份证，你要心怀感恩呢。就这样度过来了。哦，OK。这个、这个、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官网可以看得到那个照片哦。五月三号，今年五月三号，我们很多同金从这里进去。那这里当然有那个管制的人员，哦，都、就是在这边。 管理什么？你必须要拿出国际间合法的文件或证明，身份证你才可可以进去。拿中华民国护照可不可以？不能。身份证可不可以？当然也不行。你还会遭到警卫告诉你什么？管理人员，这管制人员告诉什么？你回去要拿中国护照，或者是什么？ 有一个东西很好用，叫什么？台胞证。哦，台胞证是代表什么意思？你要回归祖国的，你的身份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你持有台胞证。哦，我是中国人嘛，身份证你就可以进去了。OK，好，继续看哦。那我们看这影片。有了另一个更大的难题。 好，这是联合国的入口。等一下，等一下谢谢要过去了。他自己做、啊、刚刚来的时候呢，有有我先到了对面这个 office 里头呢，去换我今天的通行证。然后我通行证就在这个地方。这个。 等一下，官网也看得到。以后呢就可以进去了。啊、oh. 呃，刚刚本来想试着用中华民国护照去换的，但是呢，他说他不承认这个证件。啊、呃，他问说呢有没有台胞证？如果我台胞证的话，可以用台胞证。那没有的话呢，就只好用美国驾照。我就是用了美国驾照，美国政府发的那个 photo ID 才得以进去的。所以如果从台湾来的人没有美国驾照，也没有台胞证的话，那他们是不会让你进去的。就刚刚问他，他是这样回答的。好，停。 到这样就好了、哦，好 <但 S 1>，OK，到这样就好了。有看到吧？可不可以进去？要拿什么证件？台胞证，要不然是什么？美国驾照。哎，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后面好了，因为这影片给他稍微看一下，要不然会什么吊胃口哦。来。 但还好，还是拿到了门票。进到里头以后呢，要先通过安检。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水跟食物都是不能够带进去的哦。刚刚呢，在这个房间里头呢，进行了安检，因为里头不能拍照，所以没有拍给大家。出来后呢，是一个广场，可以看到是长这样的。Hello。 所以我已经正式出国啦，还有一点时间，就先在外面看看风景，还有广场上的各种艺术品。好，影片看到这里，各位还记得他讲什么？他拿什么证件进去的？美国的驾照，拿着美国驾照才进去的。哦。 拿着美国驾照进去的，要不然要使用什么台胞证？台胞证啊，刚刚没有讲，台胞证是哪个国家的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嗯，台湾什么居民什么证，简称台胞证，哎，你可以进去拿着台胞证。台胞证是不是中华民国的护照？是吗？不是，哦。 所以他进不去吗？当然进不去啊！哦，好，要改变了啊、哦！要进去一个地方，人家给你刁难，问题那么多，原因在哪里？名不正言不顺，你不是他他们的人，你没有名分，当然他会认为你是在冒充的，他不会让你进去。所以要什么？请你回去拿中国护照，或者是中国的什么身份证。 才可以进去，哦，已经讲了、啊，不承认中华民国护照，哦，那当然有些天才哦，上面啊给他贴贴纸，贴台湾黑熊，还是什么，贴些什么呃台湾国啊什么之类的，可不可以贴贴纸啊？可不可以贴贴纸？贴贴纸贴上去，我不要使用中华民国，我用台湾，进不进去？ 里面的内页可不可以改？我不喜欢这是，所以上面贴贴一张贴纸，台湾国。如果这可以改变你的身份名分的话，那干脆就去开一家专门制造贴纸的工厂，你把贴纸贴上去，而且权力比外交部还要大，比美国还要大。那为什么要印这个？干脆随便 memo 纸写一写当护照就好了、啊。为什么？这是。 法律文件呢，你不能伪造，你上面被他是不要贴贴纸，是伪造文件？你会增加自己的麻烦，甚至被驱逐出境。民政府，你必须面对，你逃也逃不了，它就是事实了。法理台湾，你电视媒体说。 很公开、公正的报道。那请问有没有报道台湾民政府的消息？除了游行之外，有没有？就算有，也是报什么？子虚乌有、抹黑的新闻哦，什么黑熊怎么样啊？所以因为什么什么之类的。台湾民政府的重点是游行，今年六月四号的游行是在黑熊吗？重点在哪里？ 它是恢复台湾人国籍的大游行，快乐法理变革大游行。重点不是在黑熊，而是在恢复台湾人国籍这个重点上面。第一点，美国高院已经讲了，日本应恢复台湾人国籍。第二点，ROC 改变台湾人国籍应该什么？人权赔偿。第二点告诉大家。第三点。 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确立了台湾地位，所以这些什么不正经论述、节目，其实说实在的、啊，什么叫台湾地位未定论？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开启的。No，刚好相反，旧金山和平条约确立了台湾地位，而不是台湾未定论。因为流亡的中华民国，他们就靠着这一碗。 诈骗的饭在吃什么饭？台湾地位未定论就一直喊一直喊，他认为大家说，哎、欸，台湾地位未定论，所以什么可以来中国台独？就是用中国人的身份，用流亡中华民国的体制，在台湾这片土地建立一个中国式的国家，叫做什么？台湾，也就是变相的把流亡中华民国就地合法。 用什么方式就地合法？用台湾国的方式就地合法，可不可以啊？不行。就让各位，你如果是地主、房东，你的房客，或者是跟你租土地使用的人，改个名字，然后去地震事务所，或者是登记房屋的。 单位去把它改名字，说：“诶，我也跟你改同个名字。明明我姓温，我改跟你同名字，因为我知道房东的名字，我改跟房东的名字一样。然后呢，变成我的，可不可以？国宾饭店。然后董事长假设姓哦，譬如他说他叫呃王先生，那我我姓温嘛，我去改名字，我叫王先生。然后去户政事务所、地政事务所去去讲说国宾大饭店。” 由王先生手上变成王先生，我不是王先生哦，但是我冒用王先生的名义变成国宾饭店的主人，可不可以？不行。这些主张台湾独立的，就是要用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的身体，去取代占领地区的人民，要组成一个国家叫台湾国，可不可以？不行啊！流亡政府不得就有地合法。 占领不得移专主权，尤其台湾主权领土的主权在谁手上？日本天皇。好，所以我们各州的办公室看到左边那一幅图会写什么？日属。右边那一幅图看看什么？美占。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而不是讲美国占领属日本。那只是讲一半，代表你没有来上课，没有读书。 你只是根据字面上自己感觉良好把它解释，属日本所以叫日属，美国占领所以叫美占，好好的把它读熟哦，你就把它沿用。台民众主张第一点，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重点来了后面，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看到左边那一幅，右边那一幅呢？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谁的责任最大？主要占领全国在《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的 A 款已经授权给他什么？拥有最大的权利。这是什么？主要占领权，是什么？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是谁？美国总统。他等于是美国的军事最高统领指、指挥指挥者。哦，他当然握有什么？ 占领权啊，他的责任最大，他责任最大，他要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必须依据什么？台湾关系法吗？No。美国责总统有责任寻什么？万国公法不是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宪法底下的一个美国内法，叫什么？台湾关系法。那台湾关系法可不可以废掉？ 我、哦、不喜欢，不舒服，所以把它废掉，可不可以？不行哦，请你记得哦。讲师这堂课要跟各位讲，台湾关系法不能废掉，因为那是美国的国内法，由美国国会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份三读通过。哦，那同心，我们请到外面听电话，你把手机切掉再进来哦，不好意思，各位。 上课不要接电话哦，你影响大家的时间。讲师也因为你这样浪费了一分多钟的时间哦。谈关系法，它是美国国内法，它是什么？建立就是台湾主要占领权跟台湾军事占领地之间管理者跟被管理者的关系，因为台湾。 在美国宪法里面属于第一类的海外什么未合并的领土，美国的国会根据美国宪法有权制定法律来管理什么未合并的领土。各位听懂吗？军事占领地，然后美国国会制定法律管理，叫做《台湾关系法》，可不可以废掉？不能废，一定要记得哦。 哦，没有，我接受去的，所以看到美国人跟他讲：“哦，台湾关系法会毁掉，可不可以？不行哦。”台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它是我们主要占领国，它是主要的占领全国，它是什么？授权的人。哦，虽然我们是对日本天皇的效忠，但是什么？占领者的意志代表命令，代表法律，要什么？绝对的遵守。 可不可以跟那美国对抗？No，不行。战争法的架构，我们就是要跟那個什么 corporation 要听从，跟他合作，让占领地区的秩序恢复和平。一段时间之后，占领者自然要离开。为什么？因为有战争法的保障。台湾民政府是依据战争战争法。 由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地台湾，由这里原来的居住的人民所什么成立的政府叫台湾民政府，全名叫什么？台湾澎湖列岛美国民政府。它的授权主管单位是谁？台湾澎湖列岛美国军政府。一个军政府，一个美国民政府。军政府管理什么？军事跟外交。民政府是什么？管理民众。 平民百姓生活的事物叫做民事，所以叫做台湾平民政府、台湾民事政府、美国军政府、美国军事政府，要听懂吗？哦，这是依据战争法成立的。好，所以要记得哦，在战争法的研究上面，缪长 Roger s c h l e s i n e 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 Top Ten。中国的。 南军军区司令，他在二零零七年召集了武汉大学研究国际法、战争法的学者，去会诊了一本书。这本书在二零零九年的时候已经出版了，秘书长当然有看到。但是里面有一个章节没有出现，什么章节？有关于台湾的章节没有出现。南军军区的司令哦，去召集武汉大学。 有研究国际法、战争法的学者去会诊了一本书，跟《新台湾论》内容很像，但是少了什么？台湾的章节。各位你就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不是也很盼望、很期盼中国在国际地位的正常化？是不是？当然是啊，因为他不愿意全世界把他看成什么啊？你就是那种原始部落。 哦，那个在在人家那个市场，货车司机载了满车的苹果，只是开车不小心翻车了，满车价值八十几万人民币的苹果，通通打翻在地上了。结果附近的居民通通来什么抢，不是帮忙搬哦，拿着布袋，一袋一袋用铁牛铁牛车。 集中一代一代把它载走，各位这是不是抢劫？现在中国就是这个情况，连民警，中华人民共和国管理一般人民的警察到现场了，这个状况还没办法控制。他们认为什么？翻车掉在地上的东西都是人民都可以拿、都可以用的，所以他们有一个概念：你要区分，你要了解他是不是从。 中国来的很简单，你就问他一句话：果树长出来垂出来的苹果可不可以摘？他说可以，这个人就是中国人。十个有十个都这样回答，但是台湾人不一样哦，在人家家里长出来的水果，我再怎么样我都不敢去摘。大家都知道那什么饕餮。淘 你不有饕餮台湾无？无，根据《马关条约》、《下关条约》，日本天皇取得所有权，不是偷窃啊！谁才是偷窃？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包括现在的中华民国流亡集团的民主进步党，也是偷偷窃。偷拿台湾不打紧，还是什么？在各位身上，在所有占领地、占领区。 可怜受着政治炼狱七十多年来的唐人民，在他们身上强取豪夺、偷拿很多钱。你看有没有偷拿？东部山上挖什么东西啊？挖个水石喂，拿去做水泥，卖给中国，然后卖给我们自己的呢，多赚七百块。哎，然后人家在。 咨询的时候，他是什么？哦，我是在那个山上挖个水池，蓄水当水库，可以养鱼。这种话也敢讲，哦，所以各位，你看清楚，知道这些傲慢的外来者的真相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七十多年来的政治炼狱是这么的恐怖。我们有没有国籍？目前都没有国籍。有没有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 很清楚告诉大家了，美国高等法院巡回法官 Brown 已经跟各位讲了，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你没有国籍没？你有没有政府没有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所以 ROC 有没有用？不好，这个嘞，这个是台湾民政代表旗。我跟各位介绍，黄色部分是代表什么？亚洲，绿色我们知道一眼都看哦，台湾这。 澎湖，中间这个呢是美国军事政府的 logo。我相信各位你有看过美国的军机设备都有这个 logo 哦。外面这个大红色的圆圆圈代表什么？日本天皇，也就是 Emperor、um、of Japan。刚刚有跟各位提到日本帝国是否灭亡的问题，讲师知道各位。 你都在思考的问题，还没答答案对不对？答案在哪里？我跟刚刚有跟位讲了，日本天皇存在，大日本帝国就存在。那日本帝国没有灭亡，还在，只是什么被 limbo 悬挂起来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的时候。 已经施行在台湾了，成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那宪法已经实施了，可不可以再实行别的国家的宪法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可不可以？不行。好，那这个大红色的圈圈代表什么？台湾澎湖是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领土。那白色六个星星代表什么？ 六个州，也是原来台湾总督府在台湾有六个州，从北到南，宜兰州、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跟什么高雄州？各位，澎湖是哪一州管辖的？那不要讲，都不要讲。我问各位，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澎湖是台中州管辖的，请举手，举手。 举手，不要举一点点。来，我问各位，澎湖是台中州管辖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台南州管辖的，请举手。高雄州管辖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好，再来一个问题。南海就是现在南海的地区。 哦，就是新南群岛，哦，像西沙、东沙、西沙跟南沙群岛是哪一州管辖的？哦，眼睛闭好哦，是台南州管辖的，请举手；高雄州管辖的，请举手；不知道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各位，新南群岛，尤其刚刚举手有上高高级班哦，新南群岛是高雄州所管辖。 澎湖也是哦，所以记得，台南有打了两口的油井，是由谁打的？ROC。后来美国说你不能开采，为什么？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你即使开采了，知道那个开采油井可不可以抽起来用？不行，谁的？日本天皇的，谁控制？美国总统。 流亡中华民国，可不可以说啊、哦？我这边开采有有看到油了，抽来用，可不可以？不行哦，违反国际战争法，那叫什么？强盗。哦，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号，用行政命令改变所有本土台湾人的国籍，这是一条战争罪。第二个，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号。 它的正确名称叫做“交战国军事占领日”。十月二十五号是美国麦克阿瑟透过一号命令授权蒋介石这个人，而不是蒋，不是中华民国。蒋介石他是什么？美国人？他太太讲授美人是不是美国人？美国人。美国人他要请人来做事，他会请德国人来做吗？ 还是请苏联、苏联来做，他当然找谁？自己的马基，而且又在开罗开过会议，谁？又会讲中文？谁？蒋介石来台湾帮他办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代表美国来军事占领台湾，而且是什么日本帝国的台湾。 接受谁的投降？日本帝国的投降。军队当时有两师的关东军，穿得整整齐齐，都缴械了，排得很整齐。但是十月二十五号那一天，大家看了都会啊，倒弹、都端。为什么？在船上，那船是谁提供的？美国用四十艘的军舰，载着三千名的中国占领军。 是从属于谁？蒋介石枪开线，来到台湾，从哪里登登登陆基隆，哦下来，然后就是大家都看到很好笑，然后穿草鞋，穿的破破烂烂，跟原来的印象不太一样，哦，然后关东军穿的很整齐，就来了一些这样去假兵。 哦，所以大家那时候会觉得，哎、欸，我们的军事占领怎么会这样？哦，光复节啊，就跟着光复节走，是不是光复节？不是，军事占领日，从十月二十五号开始到现在为止，有没有终止军事占领？什么叫军事占领？啊，我路上我没看到美军啊，怎么叫军事占领？各位要记得，美国的军队只要在两个钟头以内，可以马上到台湾。 它就是军事占领。任何船只、军舰、航空器要经过台湾的领海、台湾的上空，都要经过谁的同意？美国。这个就是军事占领。各位想想看，一九九五闰八月，中国不是要打过来吗？他不是演习，打了几颗空炮弹。李登辉先生说，他有十八本剧本。 是吗？No。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九五年那时候，只要打了十弹，打到台湾所谓的美国军事占领区的任何一个地方，等于是向谁宣战？美国宣战，会引起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各位，你安不安全？非常安全。各位举个例子，新竹。 乐山有个铺爪雷打雷打的基地，谁在那里？美国海军陆战队。前几年消息知道几位？二十四位。一般人你可不可以进去？不行啊，美国在控制。内湖金湖路一百号，各位有没有经过？那是谁啊？谁的地方？A I T，这是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指挥地。 我们印象当中，你想想看，现在目前台湾各地学校减班、减校，甚至整个学校收掉了，有没有？非常多，没有人敢生孩子啊，养自己又养不活，还生孩子，学校就很少，甚至整个学校收掉了。但是美国学校却一间一间的建起来，而且都在招生，有学生进去组读了。 什么样的学生？当然是美国的子女啊，美国人的子女。为什么大量学生要进来？美国的军队其实一直都在台湾，没有走。各位还记得吗？美军顾问团。那后来一九七九年断交之后，是不是跑掉了？有没有跑掉？没有跑掉。这还是他的哎、欸，他怎么可以跑掉？没有跑掉，只是说。 台湾国际地位，因为法理台湾因素，让美国知道他必须非得亲自来不可，所以这样大量的军队陆陆续续就来。最近也可以可以知道《国防授权法》有没有新闻有出来吧？哦，那个什么 ROC 的所谓国防部先讲什么乐观其成，各位有没有好好笑？一家公司的工工友守卫在门口顾着。 董事长要来了，竟然在董事来长来之前，这些二十七位的工友还举办了投票，二十一票支持，六票反对。董事长要来公司了，有六个人不要命的反对。嗯，为什么？害怕得罪中国？会不会得罪中国？旧金山和平条已经确立了台湾的国际地位。 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中国人敢不敢来碰？虽然美国欠了中国债务，但是各位，我要提起你的记忆：美国为什么打独立战争？七月四号才前几天而已，美国的国庆，你有看到很漂亮的烟火？为什么？因为美国当时在独立之前，跟英国，也就是他的宗主国，借了什么一大笔的款项。 有没有还？没有还。打仗，独立战争打赢了，华盛顿领导的，钱要不要还？没有还啊。再来，跟荷兰借钱，也把他打了。再来跟谁借钱？西班牙。钱借很多，然后有没有还，没有还。一八九八年，一八九九年打了美西战争。 美国打赢还是打败？战败、战胜还是战败？战胜，要不要还？不要还了，不用还了，而且还拿到四块地方哎，菲律宾、关岛、古巴、波多黎各。结果他有一个波烫手山芋，到目前还没办法丢掉。什么地方？波多黎各。要不要乘五十一周？没办法。各位你要记得哦。 波洛伊哥可不可以成为美国的五十一州？不行。美国国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三度通过，美国不再增加海外的领土。所以会不会五十一州？不会。所以波洛伊哥之前举办过三次的公投，最后的结论就是希望成为五十一州，结果被美国国会打脸。 你们是糊涂了。美国国会已经三毒二战，二次世界战打完之后，已经三毒，已经决定了不再增加海外领土，因为什么？因为美国不希望全世界把美国当做什么帝国主义的国家。好，所以大家你要了解，美国军事占领台湾，台湾会不会变成五十一州？No。 最有资格成为五十一周的波罗一个都没有成功了，国会啊，他已经三读通过了，所以会会变五十一周不会。所以台湾民政府依据国际法理，当然什么追求国际地位正常化，要不要独立？独立要要钱呢？要买武器要不要？我们这些小孩子送到战场，人好好去回来，带着花盆。 懂意思吧？我在讲的意思懂吗？谁愿意？你还要缴很多税金去买武器？谁愿意独立？哦，独立要很多代价哦。不要傻傻的说我要台湾独立。我们就美国军事占领，然后我们就把重要的国际地位正常化的事情好好做，让台湾正常化就是什么？依照法理，而不是那些政治语言。然后台湾是台湾，台湾所以。 你爱台湾，你就要投我民进党，不立被打我上，结果什么害死自己？政治炼狱就这么的恶斗，国民党、民进党啊，什么时代力量，这么打来打去没有用啊！哦，法理台湾才是正确的道路哈、哦。OK，这就点出刚刚那个记者影片的那个见证人重要的盲点在哪里？来看上面。 考考你们哦，美利坚合众国简称什么？叫什么？来念出来，美国。好，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呢？德国。大韩民国呢？韩国。中华民国呢？恁拢悄悄人，美利坚合众国叫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叫德国。 大韩民国叫韩国，啊，中华民国直接变台湾。中华民国简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简称中国，都是 China，拢是中国，全世界归中国。 能罢贵的中国了，只有一个，谁？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代表合法的中国。你要几个中国啊？两个中国，三个中国？人要几个老公太太？我问各位就好了。你要几个老公太太？正常人来讲，一个啊，一个一个老公，一个太太。讲正式一点，一个丈夫，一个妻子。 有没有两个先生，两个太太？没有啊，那会不会有两个中国？当然不可能。哦，谈法理，法理台湾这一堂课。谈法理就是新台湾论没有讲他所依据国际法理所让各位了解的新台湾论的内容。好、哦，还有台湾战争史回顾，还有台湾最终地位。 哦，很多的法理论述，就是全部包括在台湾法理里面，包括国际战争法、国际条约，哦，还有万国公法、占领法、代理法等，都是在台湾法理的一个范围里面。只要跟台湾有关系的国际法理，通常叫国台湾法理。什么叫法理台湾？依据法理，根据战争法所成立的台台湾，就是台湾民政府，就是法理台湾。听懂吗、哦、？OK，好、哦。 这个就是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七号美国的时间，哦，就是由台湾民政府控告谁？就是 Roger j a c s o n and Julian Lin 跟台湾民政府所有的同心三万名同心控告谁？中华民国还有谁？美利坚合众国。哦，这一本详细的内容在我们的时光走廊前面那边哦玻璃柜里面有。那当然也有。 呃，台湾民政府秘书长夫人去参加川普总统的就职大典的门票，还有一些纪念品，哦都有、哦、，o、OK、k、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官网，好、哦，虽然时间到了，还是大家大家,大家去看官网的，哦，台湾民政府在今年五月三号的时候有进入到联合国，哈、哦，哎，这个是我们已经送诉状了、哦，来，上面最重要。 台湾民政府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控告公里面有哈，当地时间六月七号，台湾民政府代表律师正式提出美国最高法院所要求的诉讼格式文件，并且由最高法院正式收件。台湾民政府要求本土台湾人国籍被中华民国非法变更剥夺的最后诉讼即将完成法律认证。随后就是台湾人失去国籍的。 痛苦诉讼跟赔偿官司的开始。哦，九月份参加联合国大会已经有邀请了哈、哦。来，我们点一下。哎，下面好，没关系，这大家记得去官网看哦。哦，g seven 跟 G 团体的。那我们看，呃，来这里，台湾民政府身份证 ID 卡再次进入参访联合国。来，按这个。来，往移往上移，联合国大楼。哦，来，继续往上移。 地点要告诉你，来注意看，这个就是刚刚那个而且要进去的那里，好、哦，大家都拿了有没有？各位，你看到这里，跟刚刚那个影片，那个小姐说，哦，我要从这里进去，结果要拿什么？你要拿中国证的护照、中国的身份证，要不然要拿什么？台胞证，结果这个小姐拿什么？ 美国有照片的驾照才进去，哦，在这个地方，哦，哎，各位，这个就是大概明天你会看到讲师哦，在这边，哦，领讲师。好，今天课程到这里，简单叙述到这里哈，谢谢大家。